我们刚录好之后，难免你会有遇到就是录错的，或者是它的字不正确的。比如说，其实你刚刚在看的时候，我们在这边这个右手边，在这里，它事实上有很多的流程，它都帮你抓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当然有些你要，有些你不要。还有就是像我在这边，它有一个这里，我是打彰化县政府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可以看到这边出现的是不是？因为我用的是五乡民，所以他抓到的是我打的那个英文字母，英文字母。那这个可能就觉得不 OK 啦，好，所以你可能要修改。那怎么办呢？你就找到看他是在第几个。好，你现在右手边看到这个，这个就是他的这个页数的部分哦，新的分页有没有？页页做哪些？第几页？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找到，看他是在哪一页的。如果是这一个。点到它之后，刚刚这个你可以兜兜两下，哎，它就是一个文字可以直接编辑。好，在这边，这里。那你看到下面还有什么回答不正确？这个主要就是如果你用测验的话，才会有出现这个讯息。没有的话，正常如果你只是看，它就是出现这个。所以你发现说它有个好处，像一般如果各位是在做所谓的系统的操作的时候，系统操作的时候一般我们看所谓的操作手册以外。那我们用这个软体录，它的好处就是说，当你要点哪里，比如说我要按开始，要按编辑，它就会自动在那边帮你加，请输入或者请按编辑，那你就少了很多的这个图片啊做说明的一个动作，所以使用上还会比较方便，然后会比较方便一点。那右手边呢，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叫标题，对不对？右手边，我们刚刚看的是缩图，你看一下这个标题的话呢，就是针对每一个，有没有？你点的时候，左边也会跟着跳，也会跟着跳。所以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标题不是那么适合的，你可以在下面这边去把它修正一下，有没有它的标题？有没有？这里你就可以把它修正一下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外面就会看得比较清楚。像这个有没有？请输入这个，这就是错的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来这边把它改好。那么这边改好之后呢，我们刚刚改的是里面的内容，这边改好是改哪里？改右手边的，再请输入这个跑到下面去好啊，这个你如果改这边是改这里的，改刚刚标题也是改这里的，这样您清楚了吗？好，这个地方稍微留意一下。当然你可以做成像我们这种互动式的，也可以做成什么，我就不要互动的，像我刚看长照一样，我就是变成一段影片做介绍。所以你在输出的时候呢，这里你也可以选择，在这里，我们刚输出，好，在这边，好，把它放大一点。好，我们刚输出的时候是选择这个，对不对？那你也可以直接变成影片就好，在这边，在这里，这个，我把它滑过去，有没有输出成影片？对不对？那这样变成影片，你就可以放到什么 YouTube 上面去啦，或者是我们的那个就是单位网站上都可以。其实现在尤其是你办活动的部分，这个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啊。你可以像这样子。那现在呢，我回到第一页，第一页这边哈，我这个稍微把它拉下来，可以看一下。因为我现在荧幕稍微比较小一点哦，所以我在看的时候这样。把它缩小一点，这样比较完整。万一这一张你刚录的时候有多录了，那你就把这一张把它删掉就好了，直接按右键把它删除，像剪报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把它删掉。好，那我就补一张空白的。因为一般来讲，我们如果要开始讲的话，跟剪报一样，要不要做一个封面？要哈，要做一个封面。所以你可以来这边插入一个什么？看上面这边，上面这里有没有一个插入空白的头幻灯片？你把它想做就是剪报就对了，你点一下，这样你就多一张空白的跑出来了。调整顺序，按着往上拉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张你就可以准备来这边做。那既然第一张要做封面，就要想办法找点好看的。请问这个剪报的范本，大家大部分都是用微软内建的，对不对？内建的。有没有用到快烂掉了？有嘛齁，因为每次看都一样啊，这是第几号范本，都没用过一出来，所以
我们在上次给各位的这个叫做，我看一下哈，上次给各位有一个那个简报里面，我把那个网址放在里面。那利用这个还在开的过程，我先跟各位讲，你要找简报办本，你只要会找关键字就好了。找我的网址只是我帮你准备好这样而已。那给您看一下，我看这边出来的，哦，这里有，这里有那个新的，这个就是新版本，这边会直接点过去哈。以前旧版本会出现在上面这，那现在改成在这边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Google。请问，如果你要找简报范本，你要找什么关键字啊？简报范本，很抱歉，中文的资料稍微少了一点，要会找英文的，找这个字，这个，看一下哈，在这边 ，TEMPLATE，template 是范本，通常有加 s， 也是复数。好，复数。但是如果你要特别强调，一定是 PPT 的，你就再加上 PowerPoint， 有没有？那加上你又不愿意付费的，最好加上 free， 可以吗？对不对？你要不要付费随便你啊。但是事实上，很多付费的网站都有提供免费的范本给你用，哎，都有提供哈。所以你这样一找就非常多啦。你也可以找简报的。也可以找这，你看这边不小心就找到什么29000多个福利的，还高品质的，对，很多其实提供免费的都在哪里？都在那个商业的那个范本里面，因为 template 有很多，包括了网站也有范本 ，Flash 也有范本 ，Word 也有范本，对不对？简报也有范本，包括了像一些我们制作动画软体都有范本，所以呢，你找看看，像我从这边过去。不小心，这个就是我要介绍给大家的那一个。好，你从这边进来，这里面它有帮你做好很多的分门别类。好，我比较近的给各位看哈，你看一下，进到这个网站之后呢，您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 catalog， 对吧？你可以用 tag， 然后用标签也可以，或者你单纯只是找背景也 OK 啊，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只是缺什么背景图而已嘛，好，不见得一定要所有的。所以这个网址在这边，你看一下哈、哦。presentation magazine，presentation magazine.com， 对对 ，presentation magazine.com。好，那我先稍微放小一点点哈、哦，给你们看一下，里面就有很多，对不对？它的你可以按照类别去找，找找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。当然，其实。这只是其中之一啦，哈，只是其中之一，你有很多很多都可以找。它也有一些像这个是那个简报，那个叫什么？图片的哈。我来找找，应该是找那个背景好，好吧，找一下背挂。好，在左手边，它来帮你做一些分类哈。左手边还要帮你做一些分类，你要圆的啦，还是哪一些比较特殊的？也许有些你喜欢，有些不喜欢，不过没有关系哈、哦。我们找看看有没有比较适合的。要 popular。好，我们到另外一个，反正你知道关键字就可以找了嘛。这个还不错啦哈、哦，这个。还可以接受的，我就点一下啦。哪边的？所以我就直接，通常它这边都会有一个 download。其实像这种范本的部分哦，在台湾以前有卖，有一家公司买，叫做假上，对不对？不是成绩那个假上，是这个。去年，可是因为台湾没什么要买，对啊，所以国外就。要现在要找的主要都是在国外的资源会比较多哈，那所以你点一下，那就直接下载了，也没有问你什么，连注册都不用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就这么简单了、啊、哈。那这个档案也没有很大，一 mega 多而已，所以重点在说你会找关键字、啊，
好，会找关键字，事实上可以找到的免费资源真的就很多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说。当然，每一个范本它的所提供的方式会略有不同，有的图片会独立出来，有的就帮你做成在完整的这个简报里面就做好了。所以看每一个所提供的一个情形。那现在这个好的时候呢，我去把它解压缩。好，这里好了，哦，这个很好，它图片是独立出来的，所以缩图一个，然后呢，后面这个就比较大的，有没有？里面的内容也有了，所以你就挑你喜欢的。假设你要哪一张，我就直接从这边。它有两种方法哦，一个是你可以直接设定背景颜色，请问简报可不可以直接设定背景？可以，对不对？你按右键有没有幻灯片背景？只是它不叫简报，叫幻灯片而已。这是第一种方法，那它就是直接变成背景放在后面。另外一种，你就是用插入图片的方法。我不要把它当背景，我把它当做一张图片，一段影片来用。你可以直接把它叫进来，都 OK。好，所以像我在这边，我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去选择，看看你的图片是在哪里的，把它加进来。我现在是把它当背景来处理，这里应该是哪一张？应该是这一张。好，这样我是不是有一个背景了？那你当然有需要加一些文字啊，就可以像这样再加进来做说明，或者你要用我们刚刚那个图片的话，也可以从这边哦。你看一下，在上面的有没有我们第一个分享的 Clipping Magic 呢？如果你要找那个线上，你把它去背好了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从这边加进来，好。所以合成也不一定一定要用 Photoshop， 这边也可以做，好，这边也可以做。软体只是工具，重点是你能不能有没有想到要怎么做哈？那我在这边的话，看哦，找，好，这个去背好了，这样放进来也是可以啊，这样不用 Photoshop 也可以做好，对不对？好，一样的。那当然跟简报一样，如果你放到外面来出现的时候，这边就会被切掉。我们 PowerPoint 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放到外面的时候，它会自动被切掉。欸，那这样你就可以找一个适当的主题，把它弄进来。好，弄进来的，好了之后就可以开始。那么一张简报的长度，除了你用录的方式以外，假设我们刚刚这个是不是自己加进来的空白的？那预设的话呢，它的长度是有没有看到上面这里0.5秒钟？一个投影片预设的长度是播放5秒钟，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够的，你可以在它的下面这边哈，在它下面这里，它有告诉你我这段影片播放的长度，有那个持续时间，看到了哈，持续时间看起来5000很多，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它的单位叫做什么 ，ms 就是毫秒，1000等于1秒，好，1000等于1秒，所以5000是5秒钟。那如果你要这张播放比较久一点，你就可以变8秒钟啊，哦，也还 OK。原则上应该不会超过10秒钟啊，除非你不需要你在看太久啊。好，就是让你自己去再做决定的哈，哦。OK。好，那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哦。请问简报可不可以做转场？上一张跟下一张，比如说淡入淡出啊，飞来飞去啊。这个很多人喜欢的，对不对？它里面其实也有在这里转场效果，不过因为这个不是它的主要功能啊，所以它主要就是淡入啦、飞入啦、插掉这样进来而已。好，它比较单纯一点，因为毕竟这不是要做简报用的，所以比较跟之前的方就是你用简报没有那么多效果，可是一样会有。所以如果说你希望简报跟简报之间有一点点切换的感觉，你就可以在那边加进去。不过要稍微留意一下，毕竟这个会占一点点时间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要切换，你会占一点时间嘛。所以如果说你有做的话，你的这个持续时间可能要稍微让它长1到2秒钟，避免说因为有做转换效果，结果那个停的时间反而不够了。好，停的时间反而不够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，就是你用录所谓的
操作式的画面可以像这样子。那我们等一下呢再介绍另外一种方法，用什么简报的，因为有些人的简报已经准备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是比如说演讲的内容，我就把它都到简报里面来，好，都到里面简报里面也可以哦。好。